Hello， 家人们，来，这个是九鲜小尾啊，这个是无骨鸡爪，特别好吃。然后我今刚刚你知道我是怎么搞吗？那就激动了我自己，我就服了我自己。我刚才拿去吃，吓得我把它倒出来全部哈、啊，一斤一包是半斤的量哈、啊，半斤的料，特别好吃，酸酸的，然后辣辣的，哇，特别爽啊！这就是我的最爱，无骨鸡爪。我上次拍完照，我吃，哇，太好吃了！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吃这个无骨鸡爪。特别爽口，有三个味道啊。